你要需要的我可以的都行，反正都工作方面也绝对是支持你，不管你的感情也好，工作也好，都没有问题，好吧？嗯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不想走，我是想待在这里一段时间啊。你待在这里，我的心里就舒服一点了嘛。你待在这里一段时间，一段时间你就为的就是让自己那个啥呢？自己强大起来。哦。一直买菜，一直买菜。嗯。啊。嗯。一直买菜。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你叔叔阿姨们。你说一直卖菜卖的强大不？是帅哥节吗？你们说好不好？我一直这样子卖菜，你们说好吗？还是让阿姨给我去安排一个工作呢？你们说好不好？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最关心我的了，所以呢，你们说了算，好不好？他们，你看，他们都说好，好是什么？好是卖菜好，还是去找工作好？不回去，就是去阿姨他们家。我不回老家，我不回老家，不是回去啊，不是回去，是回，不是回去，是去阿姨他们的家去玩的意思。其实还有好多，对，其实好多心疼你。对，嗯，就卖菜。你喝过水吗，阿姨？你都不喝水。喝呀，喝。再来，你现在东西你不吃吗？你给我拿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每天都要吃的。我包包里面的。每天都要吃的。这是啥？这是我吃的。你身体不好啊，阿姨。屁！他的那个。我自己吃的东西，好吃的。什么好吃的？好吃的。你身体还好吧？我身体好得很嘞。他吃这个东西，你这他为啥皮肤这么好啊？就吃了这个东西。哇，皮肤好是因为吃这个东西。还不止这一点呢。哦，好香。很香。嗯。哇，确实很香。好香。好吃香。嗯，原来你是这个东西所以。不是，我还有其他的。看起来那么漂亮，年轻。啊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平时出门我要随身带。随身带，反正就像喝水一样，啊，嗯、就喝水一样，就很香淡淡的。哎，对，吃了有什么好的？这个是，反正对女人都好。好难道你皮肤那么好？对女人。对不对，帅哥姐妹，她皮肤是不是很好？你们看一下来，看到了没有？她皮肤是不是非常好？嗯。他看起来现在都像我差不多跟我一样大一样，我感觉我都，哎呦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自己做生意是吗？他，嗯，喝的什么？这叫什么呀，阿姨？叔叔还没说，是喝的什么？我喝的吗？嗯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我没带来。我的包包里面我随身会带，那是小的。今天带没带吗你？我有的，我包包里面随时都有的，我随时都有的，有的有的，这个，对，就这个，虾青素，嗯。喝这个你经常喝这个哦？对呀、啊，每天我都要喝，一般喝水我就当水喝，嗯、就把放在这个水里面。哦、嗯，你想喝？没有。会喝呗。这应该很贵吧？你要喝？应该很贵吧？就这个油啊，倒你倒杯水嘛。倒杯水，你要不要？你喝不喝？不用了。嗯、应该很贵，看起来。不贵，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吗？自己做生意，是的，对的，其实自己做生意，
对，皮肤太好了，我都好羡慕。想让他那个，想让他越来越好。你可以，你看，原来阿姨她经常喝这个的。那阿姨，你这个上哪里买的？你是自己的，自己买的，自己的，对，自己买的。你的洗衣液吗？我也有吗？真的，你要买洗衣液，皮肤好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就但是要长时间喝，要坚持喝，要经常喝。我有个想法。你有啥想法？算了吧，算了。随时我的包包里面会放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随时包包里，你想卖哦？我想。你想卖给你的叔叔阿姨吗？怎么被你猜出来了，阿姨？阿姨喝，阿姨喝。我因为我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，知道吗？跟我一样40多。嗯，然后我刚刚看到你一来就年轻漂亮的，就有点想法，知道吗？40多。帅哥姐们，你们想不想要？阿姨，如果想要的话，你能给我叔叔阿姨们一点吗？阿姨，不多，我这里不多，不多、啊。哎，不多。你要给他们吗？嗯。来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想要就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想要就在公屏上扣个一，我就跟阿姨说一下，然后给你们。对，真的，我感觉真的阿姨你的皮肤真的是很好，肯定是喝这个的，是不是？你经常喝这个，对不对？但就其实这个年龄越大喝越好。这样的吗？嗯，年龄越大越好。天哪，你们那么多人想要呀，好多人想要呀，阿姨你看。但是我不多啊，我不多啊。你这8000多个人，我啊，你就叫上一点点给我刷一点吧，好吧？啊，你这8000多个人，我没那么多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看到好多东西，我都想给我去刷一吗？你给我倒水，我再喝一杯。讲话讲不太多。好，你就不是他待会泡不够啊，因为你人太多了呀。那你有多少就多少嘛，好吧？你有多少就多少嘛，你看我那么多叔叔阿姨都说想要，来帅哥姐妹在公屏上打一波一，好不好？在公屏上想要的话就打出来，想要的打出来，让我们阿姨看一下，然后让把这个好东西给叔叔阿姨们。贵不贵哦？只要是贵不贵，贵就不要，很贵的话我叔叔阿姨们。这个单独卖很贵。那没事，给吗？嗯，单独，它那个颜色都好好看呀、哦。很淡，嗯，很淡。单独要，他们都说要，阿姨你就给我一点了，你不多也没事，一点点。我也不敢说话，那这东西咋摊平不是？没多少呀，我不多，这个东西我真自己不多。有多少？阿川，阿川肯定知道。阿川，你说阿姨不认你说。那我肯定知道库存有多少啊。有多少？我知道不多的呀。现在库存不到100。啊？不到100单，那多少钱？主要是多少钱？库存，那我们外面卖100多的，外面卖200多。啊？他说里面200多一个。我给我朋友，他们全部是100多。我超市线下的嘛。你但是每天出去打麻将去了。啊。我们都线下的，都线上的。干嘛？我问一下仓库那边具体还有多少？对，你快点问，然后我叔叔阿姨们要。这说实话，今天要不是文化人，我真的。没事，那也没有100单，就100单，就100单嘛。阿川，阿姨，你给我说说。不是我知道没多少。只有50到100。那就几十就几十嘛。然后你好像，你要给你梅姨留，还要给你梅姨留。梅姨她那边还要，要留一些。那留一些就没有了呀，没有那我那么多叔叔阿姨。哎呀，你就帮帮忙了，你就没事你就，哎，给点给我叔阿姨们嘛。啊，你对我最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对我最好了，就可不可以嘛？就给我一点给我叔阿姨。啊，你卖嘛，你自己卖嘛。我不管啊，你自己买。阿川有多少你就哎，赶紧把我都急死了。一把。
现在给你80吧，给你80单。80单？对。那多少钱啊？其实你叔阿姨。便宜点嘛，给到便宜。两位数嘛，两位数给你。便宜点。200啊？嗯。两位数。要杯盒啊？99嘛。99，太贵。99啊？便宜点，反正便宜点给老子，给老子他们的。他的叔叔阿姨们要演，要不要帅哥姐们？要不要？那但是你99是多少呢？啊？99是多少呢？10盒。10盒，一盒多少？啊？10盒一起的。嗯，一盒里面有多少个？10个吗？对，10个。来，那就给叔叔阿姨们上吧，反正也没有多少，对不对？来，叔叔阿姨们，那给你们上车嘛，然后你们要的就去拍一单嘛，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阿姨一直在喝，然后我觉得真的非常好，所以我才介绍给你们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那个了。然后阿川，你们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呗，因为是你们的东西，对。嗯。然后这边讲一下嘛。自己讲，你们自己讲。这个技术其实还没什么可讲的，比如说就胶原蛋白流失啊，皮肤松弛老泄啊，作息不规律，然后包括你们身上没有那个吗？有，他这有一盒。哦。比如说。就这样子的了，帅哥姐们。皮肤干燥啊，那些东西都可以吃这个，包括你有皱纹的都可以吃这些。对。来，已经上车了，你们自己去拍啊！已经上车了，对不对？上车了吗？79嘛，你79块钱。到底多少钱啊？79。好，谢谢啊，79了。